谭海琪晒法国风婚纱照劲登本回应网友激赞，在香港取景。无线剧集《航魔的 2.0》才刚刚大结局，观众对剧集仍依依不舍。不过为了一解相思之苦，剧中饰演海魔的谭海琪就在 IG 一连两日分享了一辑婚纱相。相中的他以一身紫蓝色的纱裙亮相，在山岗上步行，随风飘逸，仙气十足。但当大家都以为谭海琪登本出国影婚照时，他回复记者时笑言：在香港取景的。其实一直都想影呢种冇咁传统嘅婚纱相嘅，有一种怀旧法国风，我自己好鍾意呢种相。而相片亦非常受欢迎，第二辑公开了才几小时就已吸引超过一万人赞好，连蔡思贝、杨秀慧以及沈卓莹等几位好姊妹都不禁留言赞好。